好一首 Figueran Bolle 带大家瞬间来个回忆杀，时光回到1992年大马羽球队捧起汤杯的高光时刻，从此 Malaysia Bolle 成了大马家喻户晓的口号。相信在许多人的回忆里，大马国家羽球队在1992年汤姆斯杯决赛对垒中国与印尼，是过去最精彩深刻难忘的赛事之一。第一单打拉西西迪，第一双打拉西夫与塞兰尼，第二单打傅国强，第二双打谢顺吉与苏明强，还有第三单打关毅民，他们都是大马人心目中的汤杯英雄。从第一场小组赛到最后的决赛，这个黄金阵容为大马羽球史写下辉煌篇章。不过要捧起汤杯一点都不容易，大马队在小组赛硬碰韩国队，结果大马队先以2-3输给了韩国，还好最后经过背水一战，以5-0横扫丹麦，才惊险的以副盟主身份出现。拉西西迪对垒中国印尼好手仍然处变不惊，展现大将之风，拼命三郎的傅国强对垒魏仁芳拼搏到底，这些都是当年场内场外让人津津乐道的难忘一幕。1992年5月16号，吉隆坡国家体育馆内座无虚席，东道主马来西亚与印尼的汤杯决赛现场欢声雷动。在比赛进行到1-1之后，第三场的比赛由第二男单傅国强上阵。When against Alan Budi Kusuma, actually he supposed to be at on rating sure that he's better.But on that day, that I don't know why that was so clear and confident. I don't know why I was on the court. I played so well, and every game that I got so focused, every point that I focused and managed to beat Alan in 2 sets.大马第二男单傅国强冷静沉着应战，最后打败了比自己排名更前的印尼好手魏仁芳，为胜利铺路。而第四场比赛，马来西亚男双谢顺吉、苏明强不辜负家乡父老，锁定胜局。Kemenangan Sungkit dan Bengkiang telah mencipta sejarah, saat yang amat gembira dan bersejarah bagi seluruh rakyat Malaysia.世界羽毛球男子团体锦标赛汤姆斯杯是国际著名赛事，从1949年开始举办，历史悠久，而每一位羽球好手都希望能名留汤姆斯杯，因为胜利的队伍，队伍名称将会被刻在杯身，还可以将汤姆斯杯带回国，保留到下一届汤杯比赛再归还。至今为止，有6支国家队曾经获得这份殊荣，包括印尼共有14次夺冠纪录，中国10次冠军纪录，以及马来西亚5次冠军头衔。时隔30年，无论汤杯的精彩赛事、举国欢腾、放假一天，还是汤杯巡回各地的画面，依然让人动容。羽球是马来西亚的国球，甚至肩负着团结各族的使命，而每一场精彩赛事都是选手们挥洒汗水与无数次的苦练换来的。我们期待再次捧杯，期待延续辉煌的那一刻。